自送总统当选证书。民进党的创党精神就是清廉、清正、爱乡土。那我今天很荣幸啊，跟美籍可以得到人民的互托，要带领国家继续往前走。我们两个都坚定的承诺，未来我们会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，邀请跨党派、跨世代、跨领域好的人才，筹组清廉、清正、爱乡土的政府，来建设国家、发展经济、造福人民。另外呢，这场选举里面，国际社会啊都非常关注选举的结果出来，特别是整个过程，国际社会也非常非常肯定。我也曾经跟美国参访团啊，或是访问团分享我的看法。票开出来之后，我也接到了选举的竞选对手，包括侯友宜市长以及柯文哲主席的致贺电话。台湾在这场选举里面，全体人民所展现的对民主的坚持，而且对国际社会所传送的多元、理性、有活力的民主，其实赢得国际社会非常大的肯定。那未来我跟美琴啊，一定会全力以赴落实民进党清廉、勤政、爱乡土的精神，以及爱、非暴力、和平的核心价值，然后推动国家进步，团结台湾，造福人民。